我今天来写一篇文章，抄一篇文章，不是写一篇文章，写《洛神赋》，其中一段，很久没有写字了，我的钢笔，我新买的钢笔，写这种。文章用钢笔，它有能显示出这种，有这种感觉，《洛神赋》。啊，写错了呀。这怎么没有这一批啊？很久不写字，水平下降了。写其中一段吧。其行也，翩若惊鸿。惊鸿，宛若游龙。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不是念不念药啊，不确定其实。读古人的诗词，感觉自己就像个文盲一样。待会儿我得查一查这些读音。下面这六年来生僻字了，看看怎么写的。这念什么？仿废，这念仿废，仿废就是模糊，仿佛依稀的样子。哇，曹植果然是。果然是才华比我们高一些。仿废兮月之若青云之蔽月。飘飘兮，若流云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。Yeah.
普洱茶之灼热芙蕖出绿波。浓铅得重，修软和堵。这个键是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消沉，腰如约束。年近秀笑，角质成漏，后质成漏。方则无加铅华不欲，这句我不懂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查一查，铅华不欲是什么意思？36，不施粉黛啊，就是不施粉黛，不用化妆的意思。云集峨峨，修眉连娟。单纯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没摸了。
明眸善睐啊，明眸善睐应该从这里面来的吧？我记得朱自清的什么一篇文章里面是写的明眸善睐，我当时觉得这个词好美的用的，好文呢。原来朱自清就是读了《洛神赋》所学来的明眸善睐。你看文学就是这么回事嘛，你读我读你的。艳赋成全，对，我也不认识这个。不懂什么意思，查一查。艳赋成全，我读起来就像文盲一样。啊，叶府成全，这叶是酒窝的意思，府是面颊，成全就是在颧骨之下，在颧骨之下有酒窝。叶府成全，还之艳意，一镜体现。柔情卓态。媚于语言，祈福旷世。祈福旷世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绮丽的服饰举世唯有，很罕见吧。古相映图，哇，像骨骼相貌与画中人相当，骨相映图。披罗衣之璀璨兮，而摇臂之华具，哇，
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读一，我看看查查字典，查一查解释。哀悼毕之华句，古文看不懂。啊，就是耳朵上戴的，美刻有美花纹的佩玉首饰之类的东西，啊，戴金翠之首饰。缀明珠一药区，这我懂，就是带着明珠，你身上带着明，系着明珠，照亮了身体，这我懂，这个我懂。谢谢你通知，让我知道了自己都还有那么多字不认识。睡眠注意要去。建远游之文旅，应该是穿着什么样的鞋子？穿的纹有啊，纹理就是印有花纹图案的鞋，穿的有花纹图案的鞋子。夜雾少之情具。翘，也是念翘吧。京剧，就是穿着轻薄如雾的丝的裙子。为幽兰之芳而栖，为幽兰之芳，哎。栖。不踟蹰于山隅，于是呼延东堤啊，写错了。摇以息。有没有猫了？再加点猫。
所以才毛。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才毛啊，彩旗，旗杆上有抹牛尾的事物，就是左边有彩旗，右印贵旗，应该是一样的东西。用现代文解释就是打到花伞了，打到花伞的意思。然号外与神虎戏，让我猜一猜啊，应该就是用白白的手臂托起，意思用扶起一碗水，一盆水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不然的话太不准。看看，哎，挽袖伸出。为神虎就是为神所游之水边的地，应该是用手，用那个他的啊白白的手臂捧起用神仙经过的水，采瑞濑之玄之。穿了。不是瑞奈，看错了。玄之是什么意思？是吧？神草，黑色的枝草，相传为神草，就是岩石上的神草，在。在岩石上采下神草，采川濑之玄之。哎呀，好，这个写完了。这个，好，希望大家希望能喜欢。拜拜。